你相信那个香水是天然花香精吗？假如不是的话，请问它怎么做出来的？实验室做出来的。是什么成分呢？是化学成分。你能够吸进去吗？当然不可以。是不是？这第一个概念。第二概念，点蚊香。蚊香能够把蚊子消灭掉，你在睡觉的时候能点吗？点的不是你受害，是全家人陪着你受害的。蚊香要点可以点，你要点在没有人在房间的时候，提早点。你十点睡，你就八点点，让蚊子消灭掉。消灭掉以后，空调打开，让空气没有蚊香味的时候才来睡觉。你先点可以吗？你干嘛睡觉点蚊香呢？八卦点蚊香。你不要认为电蚊香没味道就可以点，它能够消灭蚊子，对你身体就有伤害。还有一个，擦玻璃，明明报纸擦就吃干净，为啥喷啊喷啊喷啊喷？需要喷吗？那喷雾器是最糟糕的，你会闻到一股香味的，闻到香味代表你已经中奖了，你已经中奖了，因为香味已经闻到了。还要洗厕所，喷啊喷啊喷，喷的东西是最危险的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女生有肺癌？明明不抽烟，先生也不抽烟，也没有二手烟的问题，为什么得肺癌？难道都是油烟机不好？未必，都是喷啊喷啊喷啊喷，喷的东西太多了。梳个头发，定型剂喷啊喷啊喷，头发定型了，哎，那是很厉害的，一喷头发就不会被风吹散了，那是很厉害的。你能够进去吗？不能进去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你疏忽了，这就是你疏忽了。还有呢，我们会建议大家，水。请记得，无论如何，一装一台滤水机，那是没有办法的。水源地太脏了，自来水厂加了氯，你不能怪它的。我们自来水漂白味道，那个漂白味道叫做氯，那个氯会产生三氯甲烷，网络上有写，那是致癌很可怕的因子。你不装滤水机行吗？那是保护全家人的，你肯定要装一台。买滤水机四个条件要具备：一，它能够除氯；第二，它要除掉重金属；第三，它要能够灭菌；第四，它要能够除怪味。其他的就随便你了，什么小分子啊，什么抗氧化啦、什么碱性水，那随便你。但四个基本条是一定要有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出门在外绝对不能喝那些五颜六色的饮料。包括可乐汽水，包括可乐汽水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谨慎。生活在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的一个社会当中呢、啊，很多商人呢、啊，他要贩卖商品，他也会求色香味，他用了很多心思的，添加了很多物质的，那些不好的化学物质，你不能照单全收，不能照单全收。你要有机会，你要先 no， 你要讲 no， 不能照单全收，这点重要的哈，要保护自己。食物，请记得，大家容易犯的是炸煎熏烤，鱼炸煎，炸煎熏烤为什么不好？它让你血液粘稠，血液粘稠是病的根源呐、啊，大家不明白啊，会凉凉勾勾。它是病的根源。我们假设你吃的是蒸煮，你血液不会黏。你假设老是爆香，大蒜爆香、葱爆香、洋葱爆香，什么都爆香，不爆不香。你的子女会学你的，你记得，你子女会学你的。你血液粘稠，他也血液粘稠，千万不要爆香。爆香就是炸煎熏烤。一样的意思，油脂经过高温它变质了，
油脂本来在血液当中消化时间有一定的时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身体消化30分钟，油脂消化完毕，你经过炸进熏烤高温之后呢，一个钟头消化不了，胆固醇退了堆积，三酸甘油脂开始堆积，那就血脂肪了，对不对？胆固醇高，三酸甘油脂高了，血液粘稠了，不好带氧，胸闷打呵欠了，你的细胞得不到足够氧气，它开始着急了，它开始病变了，因为缺氧而病变，产生癌细胞，它是病的源头。炸进熏烤，我碰到炸进熏烤，我就特别害怕，我是绝口不吃。为什么危机是这么强？因为我照顾病人照顾太久，我害怕，我怕他跟他一样，我害怕跟病人一样，我害怕，所以我的危机是特别强，我绝口不吃炸进熏烤，绝口不吃。第二，前面提到的就加工食品，包括素料、素鸡、素鸭、素火腿，经常有那些庙里头的和尚师傅啊，那个师傅来找我们，师傅本来吃素的，为什么找我们？他吃了很多素料，对不对？并且生病，身体生病，而且庙里头很多是奸诈，多很多奸诈，那就不对了，不对了，不是吃素多好，不是的，吃素要吃天然纯净的素。啊、哦，这很重要的。再一个呢是什么呢？压力，压力很重要。你的压力有，你要赶快解除，用你自己的方法。我举个例子说，老公老婆很恩爱啊、哦，老公老婆很恩爱，老婆被车子撞死，老公伤心了，晚上睡觉枕头边没人了，他天天哭的，啊、哦，后来老公跟着死了。第一个我们问了，老公他身体好不好？身体很好啊。为什么老公跟老婆死掉了？因为伤心啊，心理会严重影响到生理，那是必然的。所以假设你郁闷、愤怒、伤心，记得你要解套，没有人帮助你的，记得不会有人帮助你的，只有你自己能帮助你自己的，你要自己找个方法出来，看看电影，看看电影也行啊，走走路也行啊，找朋友聊天也行啊，写写日记也行啊，对不对？多行，要把它解套。像我自己解套，我有我的方法。像以前，我就记得，以前我们读书啊，我是读在淡水那边的。那时候我们家里头有问题啊，不是那个别人倒债啊什么的问题很大，我就郁闷了，读书读不下，郁闷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家里头发生巨大的事情，郁闷了。我怎么样解套？我没有人帮助我了，我就走路了。我可以从那个社子那边走到淡水，再从淡水走回来就没事了，我走路就行了，我走路就开始想事情啊，哎，想通就没事了，我会自己解套的，我会自己解套的，啊，真正源头在家庭，夫妻之间，夫妻间搞矛盾是最麻烦的，夫妻之间啊，最亲密的人跟你搞矛盾，你这个解套是不容易解套的。是不容易解套的，这时候要解套要靠你的思路，你要退让一步，要退让一步，退让是最好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。我讲个例子给各位听啊，我以前办活动啊，我就比较迟回家，没有办活动的时候呢，我都会早回家啊，因为怕我的太太会担心啊，难免都会担心的啊，都早回家。那有一次因为办断食办很久了，那忘了跟他说我办断食，忘了讲，就晚回家，因为收拾但回到家11点多了。刚开始我太太不会觉得怎样，但是因为办3天了、啊，那到第二天开始觉得奇怪，我没跟他讲，当然这是我的错，我应该跟他讲，最起码留个字条，我疏忽掉了。结果呢，又回到家，隔两天回到家，很夜11点多。我看那个客厅好像灯在亮的，我就奇怪了，这么晚怎么客厅亮了？我门一打开，我太太在等我，我心想不妙了，有事了。他看到劈头大骂，哦，我太太骂人功夫是一流的，他参加骂人比赛会得冠军的。哎，这句话不能跟他说，我跟那边讲就行，到这里为止，你知道吗？